所以争吵没有结果，所以没有谁敢示弱，就当我们一直在试错，到最后没选择，说的直白未尝不可，无非与从变更苦涩。如果一切重新来过，我是说如果，太固执算不算不舍，总一错再错，这回忆早折磨，终有哪怕多几刻不会不堪负荷。难怪你总不愿回答，幸福会有多久呢？这种到最后变折磨，只有我傻傻的，所有的挽留都判错到注定的结果，只是没有如果。也许还能期待什么，就算早已没有转折，但结束是对还是错，终于明白了。太固执算不算不舍，总一错再错，这回忆早折磨，终有哪怕多几刻不会不堪负荷。难怪你总不愿回答，幸福会有多久呢？这种到最难怪你总不愿回答，幸福会有多久呢？